跟他一见如故，而且甚至很愿意跟他的忘年之交。他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歌手，有着极高的天分。如果我在他那个年纪遇上他的话，他会是我的偶像。那这位非常有才华的年轻的人，在他17岁的时候写下了一首歌，这首歌我也很喜欢，叫《难忘一天》。但是因为我太喜欢这首歌了，所以我决定我自己一个人唱歌。
I miss you so. Thank you so much.